以狂妄，时间过得真系快，转眼间又到二月。不过新年嘅气氛仍然浓烈，我亦都随俗喺呢度恭祝各位甲午新年快乐，万事顺意，集团者权力大进。今日我亦都要向各位师傅致敬，多谢你哋亲自表演或者派徒弟演出，使今晚嘅宴会生色不少。嘉宾带来咗好多好珍贵嘅礼物同埋宝贵嘅意见，请恕我未能够一一亲自致谢。不过我哋嘅心中非常感谢，同埋将意见铭记喺心头。我哋能够喺咁优美及合适嘅环境进行活动，不得不向美心酒楼衷心致谢。最后，我向舞台参加嘅每一位来宾致敬。